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管中祥，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读书会当中，我们又见面了哈。这是我们这个管中祥社会议题读书会的这系列的最后一场。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读了三本书，那今天呢，要来开始谈的是另外一本书。这本书，我刚刚才跟我们的语坛的老师陈美华老师说，现在的书名真的非常非常的长哦。那当然，它有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标题啦。这个醒目的标题叫做《当女孩成为货币》哦，《当女孩成为货币》。那后面的这个标题就比较长一点啦，这个副标超长的，就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全球超富阶级社交圈卧底。报告揭开以性别、财富与阶级不平等打造的派对劳动产业赤裸真相，超长的一本书的书名，当然大家比较不会看到后面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我觉得最近我们在选的这几本书里面了，这个对书名比较能够直接对应到内容，比较能够去了解哦。那所以这边谈到当女孩成为一个货，女孩成为货币，当然就会提到女性或者是这个女孩当然是相对之下比较年轻的一个女性，那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货币哦？她跟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货币当然就会涉及到跟交易有关。然后这本书的副标题也谈到要去揭开这个性别、财富、阶级不平等啊，所以这涉及到了非常复杂的这个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包括性别经济阶级等等啊，这里头的不平等的问题。那然后这里面去打造出的一个所谓的派对产业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也不是非常有钱，也极度有钱到一种我们大家很难想象那种有钱的状态。他们的这一种派对的活动哦，那这是怎么做出来呢？就是这里提到的社会学家他的一个卧底的报告。那这其实跟我们在前面的几个礼拜谈到的书里面，就能看到有几本书都会用所谓的一个文化人类学，用田野的方式，用社会学的方式来做这本书的资料的收集哦。所以今天的这个直播读书会呢，我们就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陈美华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陈老师你好。关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华。好，那个陈老师是第一次上直播节目，所以有一点点的紧张。有一点 好，没关系，我们的直播其实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同学都非常非常友善，而且他会提出很多很棒的问题，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的这个讨论当中，前45分钟，我一样是由我来跟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讲者、跟陈美华老师来一起对谈。那后面的15分钟就会开放给我们的现场的朋友，所以我们现场朋友，你可以先准备好一些你想要讨论的题目，或者是你有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先把它记下来。也许你先写了，待会我们可能谈到一半，觉得我们谈的东西可能跟你要问的题目有关，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拉进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哦。好，那我想要一样先开始哦，就是请陈美华老师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为什么他要写这一本书呢？那个，谢谢管老师。这个作者 Ashley Mears 其实很有趣，他其实是那个现在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然后我想他跟全球可以来讲，就是说全球来讲，他是很特别的社会学家之一，就是他其实是模特儿出身，他去在亚特兰大，应该是在他大学的时候，他就。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在当模特儿，所以他其实也很早就写了，应该是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他自己在模特里头的工作，还有他的经验，他就开始做田野笔记啊，勤奋的记录田野笔记，然后现场观察的资料，然后开始累积做一些民族志的报道，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他最特别的地方，就这个经验，这个独特的经验，后来这个他的那个模特儿的训练养成啊，还有他这个模特儿的劳动民族志的讨论，其实已经后来就集结为他的博士论文，然后也都出版了哈，就是台湾也有出版这本中文译本啊，就是《美丽标价》（Pricing Beauty） 这本书，然后其实里头谈。
还蛮多，如果对模特儿这个产业感兴趣的朋友，还有模特儿这个产业它的劳动到底涉及哪些东西，你感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去把这本翻译书再找来这样。那其实它里头有提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就是身体资本。他说这些年轻的模特儿，其实这个产业里头这些女性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要累积身体资本。这个身体资本当然就是你要维持瘦，然后维持高，然后维持美貌。那其实高这件事很难维持嘛，很多时候它是天生的，但很困难。对啊，有人就是比较矮啊，有人，但是胖瘦这件事是可以后天加工，就后天控制。所以他说他的这些模特的生涯，还有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同侪里头，他们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在做身体的训练，这个身体美学劳动这件事，就是你要控制你的身材，然后累积你的身体资本。但这种资本也都转瞬而逝嘛，你年纪是很难遮掩，老化也是很难对抗。所以包括他自己在模特圈里头都曾经谎报年龄，他自己都写，包括自己都要谎报年龄，以便维持自己适当的合格的模特这样的一个资格。这大概是他的背景，所以他有这个很独特的背景之后，你这本书似乎也就比较可以想象。因为其实对一般社会学家，你很难想象你去 follow 书中的这些人，然后进到这个全球顶尖的派对里头去卧底，就我们想卧进去也都很困难，你一定要跟模特产业有一些关联才有办法这样。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生产第二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非常好看，因为我自己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我都会常常说，你如果特别是在职班的学生啊，就是我都会很鼓励说，你就是研究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就是你绝对是超过很多的人。因为我们去某个场域或是到某个地方去做研究，可能别人也都不见得会跟我们说实话，或是他对我们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防备，或者是我们其实不只是隔层纱，可能也是隔层山再去看别人的那样的一种他的工作的形态或生活的形态。可是如果是当事人自己去研究自己，我觉得一直是我都非常鼓励，特别是在职班的学生，这个其实是最容易下手，而且你最能够做出最独特性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哦。所以其实刚美花老师也提到，这个作者本身是一个模特出身，那所以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家，那也因此他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双重的身份。不过你刚才提到说要进入是很困难，我这点我也感到蛮好奇啦，就算你是一个模特，那就算你又是一个社会学家，那当然我们知道作者他可能他的身体资本，或者是他其实长得也很漂亮，很多的书很多外面的讨论也都在讨论他的美貌，可是凭这样子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场域吗？所以进入到这个场域里头，这些他的研究对象就愿意让他来到我的环境里面去做田野，这个应该也有蛮多的困难或是蛮多的波折吧。我看到的至少是他，因为他这本书就是说这个《当女孩成为货币》这本书，他其实就已经跟他本来熟悉的场域再隔一层。他这本书其实表面，其实我们的书取名，其实英文的取名是 Very Important People， 就 VIP，就是重量级的对重量级的人物，但是我们其实把它转了一个 twist， 就好像女孩是他研究的对象，可是事实上他的研究的主要的标的其实是一些男性公关，还有服侍这些公关，基本上就服侍这些小姐的人，服侍这些 model 年轻女孩的人。那所以其实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他自己在这个模特产业里头，他也就认识了一些就是男性公关，这些男性公关其实就是在这个专门负责揪团，找人去开趴，到高级顶级夜店去开趴，然后办 party 的这些人。然后所以他，我看他的那些后记里头，他其实有蛮多讨论是在讲他其实
因为他自己模特的关系，然后也参加过一两次的 party， 所以认识了一两个公关，男性公关找他去开 party 的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即便开完 party 之后，他还是会持续的跟他 email 往返之类的。所以他决定要进到这个场域之后，他才去回应他，把这些人再找出来，然后再透过他们的同意之后，跟着这些男性公关进到这个全球顶尖派对里头去。而且这个顶尖派对有的时候是在伦敦，有的时候是主要是以纽约为基础，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去佛罗里达，然后有时候会去法国，有时候会去哪里度假，是 global 的，是全球的。你不要把家里我们也在开趴啦，但是我们家的后趴就是几个人，有没有？而且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到台湾的一般夜店，它绝对不是这种趴手，不是这种等级的。对，不是这种等级，这个是每年的产值是数十亿美元的那个顶尖那个级数，而且他的参与者不是任何人想开趴他就可以开，是非常就是你可以想象是全球 99% 的财富掌握在 1% 的精英的手里头，但是会去开这种趴的甚至可能是 0.1% 或是 0.01% 的人，就他们其实是更少的少数精英，所以他其实他可以，他是 global elite。我今天想要在伦敦开趴，我就在伦敦找当地的人帮我组织一个，或者是请纽约的人帮我到伦敦去组织一个 party。然后改天我可能回到了坎城，然后改天我可能又飞回纽约之类。就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固定的场域，它其实是全球在跑，就跟热钱一样，钱在哪里，人在哪里。它是跨国流动的，所以他其实是在研究这些专门服务这些顶尖的成功的人士，全球顶尖的精英，然后帮他们办 party 的这些人。所以其实主标题会让你误以为他在研究这些女孩，但事实上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帮忙组织这些派对，全球顶尖派对的这些男性公关。对，这里面其实不只是女孩，也还包括刚刚陈老师特别谈到的这个公关，男性公关，那当然富豪也几乎都是男性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三个主要角色，就是女孩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这个刚刚谈到身体的标准非常高的这个女孩，那还包括公关，还包括富豪那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先来帮我们介绍这三种角色在里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好，这里其实女孩公关跟富豪这三个，他们成长的背景，他们的阶级属性，还有他们的族群背景，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是因为一个很特定的体制，把他们三种不同的族群都连接在一起，就所谓这本书里头要讲的全球化的夜店体制。就夜店已经不只是一个娱乐场所，它已经成为一个制度，然后这里头有人专门在招募参与玩乐、吃喝玩乐的人，然后有人专门，我就是要来消费，我就是要来大笔挥霍、大笔花钱的人。那这个我们先从那个女孩讲起好了，女孩就是他们大部分会来参加这种跑趴的，这些跑趴的女性都不需要花任何的金钱就可以进到这个顶级的夜店。那他们的特征，他们作者当然也都，他自己本身也是跑趴的成员，他是我跟你一起跑趴，然后你让我做研究，他是用这样的身份进去认识这些男，跟这些男公关一起，所以大部分的女孩大概都是白人女性有就是美国当地的白人女性，她可能不是在纽约州出生，她可能是从其他的州移民来到纽约求学，或者是到纽约工作但是更多的是中欧跟东欧的移民，就是中欧东欧，像乌克兰的模特儿，她不见得有那么多工作在本国，所以她就来纽约工作。那像纽约、巴黎、伦敦这种，它都会固定有，每年都有时尚周的时候，就会你可以想象，全球重要的模特还是以这个产业为主的，它大部分就会在这个时候齐聚
齐居纽约、啊、那他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如果用劳动社会学我就会说他们某种程度也是季节性移民、啊、时尚周的时候大家就飞去纽约飞去伦敦这样、啊、然后他们的背景就我们现在想的 model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象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会想象是像是林志玲这种他们、嗯、我们的 model 有的时候都可以做到三四十岁嘛他这个 model 是非常严格的 对非常严格非常严格他其实从他们的黄金时期是 late teen 大概就是青少女的末端十八十九岁到二十出头岁、嗯、你就已经是达到职业顶峰然后他们出道的时间很可能是十三岁十四岁然后什么叫做顶级的 model 或是这个书里头所要讲的优质的女孩 party girl、嗯、这个 party 要找的 girl 就是你要高要瘦要美、啊、高至少都是没有穿鞋子要170公分、啊、穿上高跟鞋要穿10公分瘦这种瘦要多瘦啊好的 model 是它是 size 这种美国的那个尺寸你必须是穿零号的、嗯、你穿 XX XS 都已经太大你穿 XS 都太大我们这样像我们这种都是骗人的对这种都是恐龙高瘦然后要漂亮然后、哦、当然漂亮的等级就不太一样但至少要维持肤质之类的这种才是他要讲的 girls不是一般我们街上可以看到的年轻辣妹、嗯、她就是要找 model 就是最好是模特因为模特在那个夜店那么多人的场合你如果身高就是180-175再加上高跟鞋你马上就鹤立鸡群她要看到的是这种人、嗯、然后有这种人陪在客户旁边她会觉得哇你带的女孩都这么漂亮然后我愿意你一定是 somebody 才有办法跟这么美的女人在一起而且这些夜店的管制是非常严格有钱还不见得进得去但是看你太丑太矮太胖、嗯、都进不了那所以他们就是要去找这种女人最好是找到模特儿然后要不然就是优秀平民就是你真的你不是模特儿但是你可能长得很漂亮然后你也达到高的标准瘦的标准然后再来就是一般的平民就是可能矮一点但是你还是符合纸片人啊或者是漂亮的女人这样的标准那所以谁来把这些女人找进夜店呢就是所谓的男公关就是他这个书里头要描绘的这些人那这些男公关通常大部分在美国的脉络里头他大概都是南美族裔的有色移民有时候是也包括亚裔移民那其实我本来以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就是帮富豪拉皮条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说不是这样、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趣的是这些男公关相对于那些模特儿如果十三四岁就要进入产业的话你其实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教育的所以他们经常有时候连高中教育都没念完但是男公关他里头有好几个男公关很多都有美国知名大学的学历类似纽约州政纽约大学、嗯、纽约大学或者纽约私立大学的政治学学士之类的然后有些也念过社会学知道什么叫做民族志所以愿意协助作者去做研究、这个也蛮重要蛮有用的真的对然后他们也会想起他们以前在大学里头学民族志的过程的就这里头不乏非常多受过好教育的南美裔的男性但是他没有办法比如说他拿的政治学学位但是可能因为族裔的身份他不见得可以在、那个专业的领域里头取得一个位置、啊、然后但是这些男公关虽然作者其实我觉得比较没有描述太多、啊、其实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年轻有型然后懂得时尚是什么然后有非常强的 社交手腕、啊、他们怎么样把女孩找进来呢很多有些人当然直接就去模特训练中心或是模特的宿舍给他们打电话直接跟模特巧遇之类的、啊、有些人其实就是在纽约的 SOHO 区啊或者是百老汇一带啊就是那些时尚名人影视歌星会去的那些重要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妹妹符合高瘦美的标准然后就问他晚上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 party 我们跟什么
量什么对冲基金的经理有一个派对要在哪一个 club 展开，那你要不要来免费酒水，然后你可以进到全纽约最高级最 fancy 的夜店、嗯、他们是这样的方式在运作。嗯，那这个公关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公关的好处就是当天晚上他找的那他们要款待那个客人当天晚上喝掉了多少酒，他就可以拿到那个酒水的 20%、嗯、等于就是两成。那你不要以为那个酒水在我们这边喝个去酒店可能2万块3万块，他们一个晚上可以喝掉$1,000,000的。对，我看到都有点吓到。可以在高雄买一栋房子豪宅哦。所以其实他们的收入一个晚上有时候可能就是几千块美金起跳。嗯 嗯，是这样。然后那个富豪是谁呢？就刚刚有稍微讲过，他其实可能是顶尖的成功人士。做这个中文翻译是说，这是一些新富阶级，薪水的新，富裕的富。嗯，那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是土豪哈，里头他一直讲一个、嗯、有两种富豪，一种他叫做金鱼，就是要来大喷发的、大喷钱的，一个晚上可能就喝掉130万的美金，然后他盖一栋 hotel 只花150万、170万，但是他花135万去花一夜把它喝掉，就是这种大土豪。嗯、那另外一种，他说像是莴苣，就是你生菜沙拉里头每天要吃的那个东西。嗯，那这个都是谁？都是科技新贵，嗯，或者是金融业的，以金融为主的这一些高端人士。什么基金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啊、或者是科技业的老板之类、啊、他们大概一个晚上花5-6千块美金，对我们而言5-6千块还是很贵嘛，等于10几万、啊、都可以十几万，我们家一个月的薪水、啊、都不到、啊、一个月都还赚不到。那他就喝掉一个晚上喝掉你一个月的薪水，所以是这种规模。那金鱼更不用讲，但金鱼是偶尔会出现一次，可是大部分都是靠这种夜店，大部分都靠莴苣，就是这种新贵啊，或者是不管是金融业的还是来自科技业。嗯嗯嗯嗯，所以在这里面特别刚刚谈到公关哦，那公关事实上陈老师也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事实上有点像台湾的一些星探他常会去的一些地方啦、哦、那可是公关怎么样去在这些女孩的身上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从这些富豪的身上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他公关其实最明显的利润就是那个20%的酒水抽成，所以你要尽可能的去找人、嗯、就是他的运作方式就是我找女孩子来喝免参加免费的 party， 但是为什么要这些女孩、嗯、因为这些女孩是吸金的目标、嗯、很多的富豪会看到，天哪，就是一个对一个男性公关而言，成功的公关就是你周边被这种高瘦美的女人被 model 围绕，然后你们、嗯、比如说你带一个晚上带一个6个女人，就是你很行很厉害这样，对，他就会觉得你很棒啊、嗯、你管很屌，你去哪里找到这么多漂亮的女人、嗯、然后我就愿意跟你开趴，然后我愿意坐到你那一桌、嗯、然后吸引越多的富豪参与到你办的 party， 甚至专门帮他办 party 的话，他喝的酒、嗯、你看他如果一夜喝掉5000块美金，他乘20%是多少钱、嗯、那如果每天，而且这个并不是偶一为之哦，这并不是偶一为之、嗯、今天有开趴明天就没开趴，这些富豪是大把的金钱等着要花，他是每天都在开趴，所以一个好的公关几乎星期一到星期天没有一天在休息，里头书里头后面有很多非常多尴尬的描写，就是说大家开趴开到都累坏了，包括那些去跑趴的，你 party girl， 你就算我今天去跑趴，我只跑一个月只跑一次趴，你就会觉得很新鲜嘛，你会觉得玩得很快乐嘛、嗯、觉得时间过得这么快，但是当你星期一也要开趴，星期二也要开趴，每天都有免费的 party 等着你去，然后你为了朋友你非得去玩乐的时候，这些玩乐都已经不再只是娱乐，它很多时候都变成是一个工作。嗯嗯嗯，
在这里面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并不是一个在谈性交易，或者女孩也不是在从事说性交易的工作的，他们甚至会特意的避免，可能连谈都不谈，因为这也不是他们本来要做的工作，而是其实有趣的是，我不管是公关也好，我是富豪也好，我旁边带了很多的女生，带着这些漂亮的女生，这些正妹，那表示我很行，我很有面子，或是这个女孩能够坐在这个公关，或是坐在这个富豪的旁边。它事实上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很行很厉害的一种象征，当然这个除了是一种所谓的象征之外，还得到某种物质上面好处，刚刚谈到的抽成等等哦。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也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也谈到一个在社会学里头或在人类学里头一直在谈的一件事情，从过去就一直在谈的，叫做所谓的炫耀性消费。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孩是成为当代社会当代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话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夜店里头，或者是这种 party 当中一个非常重要性的炫耀性消费的一种象征吗？这种炫耀性消费跟传统人类里头所谈到的炫耀性消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对，我觉得炫耀性消费当然是从范伯伦那边讲，也许大家都有读过这本书，就是这个有闲阶级论。有闲阶级，对，他在讲什么叫？我觉得炫耀性消费其实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就是说，这个它的出现一定关系到这是一个阶级严明的社会，大家很清楚的意识到，有些人是贵族，有些人是劳工阶级，有些人是中产阶级。但是另一方，就我们有阶级上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感知到，就是说，这个社会里头的阶级是可以流动的，而消费是其中一种达成阶级流动或是阶级界限模糊的一个效果啊。那比如说，他就讲贵族时代，如果封建贵族时代，贵族跟一般平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他完全可以无所事事，他完全可以不用从事生产劳动，所以他手指纤细呀，然后体格可以非常的消弱，然后也不需要标榜他的体格魁梧这样。女性更是要标榜她纤腰啊，然后很纤细这样子。那但是，所以那个，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她有闲之外，她其实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我可以彰显我财力跟权力的方式，就是我可以消费一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她可以有一。你中产阶级有一个仆人，那我贵族可以有一坨拉苦的仆人，甚至这些一坨拉苦的仆人给他住，他可能有不一样的房间可以住，然后甚至管家的地位几乎也都不用劳动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一坨拉苦的仆人里头，大部分都是等着被使唤，等着被呼唤说啊，这个谁谁公主叫你做什么，然后这个王公要你做什么，他大部分的时候不见得有事情可以做。就他可以供养一些奴仆，然后消费这些，他可以做一种消费是看起来是无用的啊。那所以很多中产阶级也跟着想要做这件事，他就让他的太太坐在家里像个贵妇一样，然后每天无所事事，把身体养好，然后支持那些奴隶啊。那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说，你消费的并不是满足你的需求，而是满足你的想望、你的 want，而不是你的 need 哈。那当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实用性的东西被贬义，它可能很便宜，但是你可能更想消费的是非常昂贵，但是又不实用的东西。这种可以从食衣住行哈，你一样洋葱面就可以吃50块的洋葱就面就可以可以吃吃饱饱了，了。但是你要去吃500块，但是只有一小撮的牛肉面啊之类的。然后名车，然后名表，或者是豪宅，其实都相对都是相同的。那所以妻妾跟奴仆这个消费人，刚刚讲的养很多无用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具体用处的人，贵妇也是这样子，妻妾也是一种展现这个主人权力的一个方式嘛。那所以我觉得消费女人、消费女体啊，这种炫耀性消费在一直都有。但是这个案子里头最新鲜的是说，
女人成为炫耀，不只是这些女孩成为炫耀性的消费。你看我就是可以找到这么多漂亮的 model。你能带什么样的女人？你带的都是30岁以上的老女人或是胖女人，你就被比下去了。不过你可以哦，你可以带十个女人，但是我十个都是 model 的话，我的等级就比你高啊。所以其实关键在于这里头的特殊性是模特已经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符号啊，然后年轻的他成为一个可以炫耀男性。然后炫耀男性的支配、男性的权利，还有社会地位一个很重要的标的、所以有趣的是，他完全不用支付他们酬劳。我如果请人来上班，我还要付他们酬劳嘛？但是他们是自己想要参加来开 party 的，所以我甚至不用在他们身上花一毛钱。所以他其实就是有这种。消费很特定的年轻漂亮的女体，特别是我们讲更精准一点，就是模特这个符号，然后它几乎是不花成本的，它的成本都是直接进到夜店里头去，所以它也不存在劳务的关系嘛，对不对？没有，他们一旦成为劳务的关系，这样子的跑趴，包括作者也有讲，他有访问两三位业者。那包括业者就是像你看，如果你只是跑一天的趴，你可以是非常 spontaneous， 就很即兴的玩乐，很投入的嘛。但是如果每天你都在搞这个趴，你何不让它成为一个正常的工作？道理来讲，我就知道我是来做一个 party girl， 然后我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感到很高兴，然后该跳舞的跳舞，该陪大家喝酒的时候我就陪大家喝酒。可是他们不要，那业者就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等于就是这个气氛就会搞烂了嘛。工作，你是来夜店工作的，不是来夜店玩的。你如果是来夜店玩的，好像就更那个气氛会更好这样子啊。你如果是另一个考量是说，你如果是来夜店工作，我请这么多漂亮妹妹来夜店工作陪富豪喝酒，这个是不是像这感觉不太一样哦？这个是差很多，对，就变成性交易了嘛。然后所以包括这些女孩自己也不要，就我愿意帮，比如说我愿意帮某个男公关来参加他的趴，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然后我也觉得他有趣，甚至他很性感，我愿意跟他在过程里头也许还可以 flirting， 就是调情，所以我才来，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白天已经很多工作，我还在晚上还要再来做第二个工、那我如果拿钱陪别人喝酒，也把我自己名声搞烂，我就变成是很糟糕的不名誉的女人。虽然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交易的关系，或者是一种牢固的关系哦，可是刚刚谈到的炫耀性消费，也会有人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女孩，她事实上也是靠着她的身体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也是一种被异化的、被物化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哦。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女孩她其实似乎也可以在这里面得到包括经济，或者是接近权威，或者是某种的享乐，或者是某种愉悦的这种快感，甚至是关系的建立哦。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这件事情上面，它可能会同时发生同时存在的这些差异呢？对， 我觉得 这个问题真的是有点 困难、就是说因为对很多像我刚刚其实应该可以，我可以再补充一下这些女孩的背景。你可以想象这些年轻十几岁、二十出头岁的年轻女孩，她来纽约工作，或者是到某个城市工作，然后她们去有些是某种程度是连一短时间就是连根拔起，她的人际关系都留在家乡了嘛，都留在中东欧，或者是留在她自己生活的那个州，然后她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她也是需要朋友，她想要建立新的关系。所以他也需要有交朋友的需求。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书里头一直在强调的，大家都觉得模特产业是非常光鲜亮丽的产业，他们应该都收入很高之类的，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模特几乎都是白天的时间，大部分的简单讲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在找工作，
或者是到某个地方去试镜，到某个化妆水公司去试镜，或者是到某个服饰间去试镜等等，就要去试镜看看你适不适合，是不是他们所要的。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在找工作，然后这些中东欧来的女性，他们到了纽约这种高房价的地方，他们其实最需要的除了朋友之外就是需要住房，就是在纽约其实房价非常的贵，然后所以他们经常要么就是住在那个经纪公司安排的模特经纪公司安排的宿舍里头，宿舍你也不要想象的太高级，大概就是他就是租给你一间，比如说有十个床位，如果这个季节是时装季，很可能就要挤二十个人或十五个人之类的，但是你的租金一样跟这个宿舍里头只有住五个人的时候租金都是相同的，它是按人头收费，然后那个租金都很贵，然后第二个，所以很多人为了要，所以这些男公关，他们看准了这些女性，年轻女孩也需要住房，他们其实说，我帮你安排宿舍，我帮你安排更好的住房，但是我不收你房钱，但是你 每个礼拜，一个礼拜七天，你有四天要跟我出去跑趴，那我问你，你要不要去？你可以省下一个礼拜可能是$1,000+的房租费用，就是说为了省钱，省这些他本来来的时候也经常是一无所有的人，然后他为了要住房省去更好的协商一个更好的住的空间，他可能就愿意去参加这个趴，然后他等于跟朋友之间跟这个男公关之间其实就是有种相互交换的意涵，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头各取所需这样子。嗯嗯，那所以 我觉得其实这里头当然涉及到亲密关系，就友谊，我们透过友谊来做经济啊，就我们表面上有友谊，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一个经济交换的行为，那这个在人类学在社会学里头经常就是会说亲密关系跟经济活动经常要被，就其实一般常态就会认为亲密关系里头最好不要谈钱，嗯，但事实上我们经常是透过我们的亲密关系经常是建立在经济活动之上，就我会衡量，通常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经常也都会衡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他们两个之间，女孩跟公关之间，他可能也会有性的关系，也可能会是有爱情的关系在里头，他是这样搞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不是一个纯粹的雇佣的关系，所以那个样态或是演变的模式也会很多种，欸，对啊，非常多种，而且我跟你讲，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里头，像你说中国小姐来台湾从事性交易，然后其实每天安排他们生活的都是经纪人，经纪人看护他，跟他相处的时间超过16个小时，嗯，然后他帮他买吃的买喝的，然后他有没有被像保姆一样，嗯，对，像保姆，然后酒店公关跟他的经纪之间也像保姆，然后这中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纯粹的朋友关系，生意伙伴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男公关或者是这些经纪人如果帅一点很会哄女孩子，他们也可能成为亲密关系，对，所以这里头就有很多有趣的，就是说一方面这些年轻的女孩需要这些物质还有享乐，她也想去夜店里头，夜店里头消费，然后看看有钱人的生活是什么，嗯，但是另一方面里头她觉得去做这件事也不单单只是我想要玩乐而已，也有帮我朋友的，我知道你需要，我知道我喝的酒都会，你都会抽20%，虽然我们都没有讲白，我们也都知道你一定会拿到这笔钱，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我是在帮我的朋友做这件事，那这种关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破绽，就是说会让双方很难堪，就是说比如说我明明肚子很痛了，你硬要我继续快乐，继续在酒店里头玩乐，我就玩不下去嘛。那你，而且我们现在讲的酒店玩乐，它其实是9点以后开始进到那个夜店，然后它是要一直玩到凌晨4点、凌晨5点。嗯，那所以最困难熬的是，你9点到12点可能还容易，12点到凌晨4点，你要有非常好的体力才可以继续在那边唱歌跳舞嘛。所以很多女孩玩不下去的时候，
这些或者是想提前走的时候，他的男公关朋友就会跟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吃了我的饭嘞，我请你吃那么高档的餐厅，你已经吃饭了，你也喝酒了，你就是要待到凌晨四点才能走。因为一个男公关他的酒席上面如果这些美女不见了，他的地位就被贬损了，然后美女少了，这个夜店的生意也会变糟。嗯，美女不在，大家为什么要开趴，为什么要喝酒、啊、酒就会开的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争论，就是说他就会觉得，哦，你强迫我们本来是基于好意情谊的关系我来参加这个趴，现在变成我离不了，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趴，好像是不自由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它里头其实是同时存在着被物化的成分、嗯、但是也同时有满足这些女孩想忘的那个部分。嗯嗯，是随着那个活动的时间、啊、你可以想象这个这不是只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晚上，九、嗯、点到凌晨四点五点、嗯、然后这个随着情境还有时间的状态，它其实是会有非常复杂的状况出现。嗯嗯，而且其实还包括情绪勒索在里头，就是你就已经我说请你吃这么好啦，然后你很开心的来，为什么这样子啊？你走了之后我没有面子啊，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觉得那个就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它不是一个很纯粹的自己某种的满足，或者是不管是在这个金钱上面满足，或是在名义上面满足，或是接近这些有权利的人的满足，它也是一种刚刚谈到的一种劳动的这个模式。虽然这个劳动的模式看起来没有很明确的对价关系，可是它事实上可能会存在更多更细致的剥削吗，或是更细致的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样态吗？嗯，我觉得他书中确实有谈到这些公关会设法控制这些年轻的 model、就是说其实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田野资料，就像他们就会告诉他们说，哎，我们现在都在纽约，但我几天后会有一个 party 在那个佛罗里达。然后有非常可以住进最漂亮的度假饭店里头，最好的豪华度假饭店观光胜地，然后你要不要一起来开趴，一起来度假，然后这个度假可能说比如说五天好了，然后大家全部都会住在最豪华的度假庄园里头这样。那这我问你，你如果被这样邀请你会不会去？老实告诉我，老实讲我可能也会去哦，然后只要我有资格我可能也会，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哇，有这么豪华的度假胜地，然后又都不用钱，然后就开趴开四五个晚上，大家都会去嘛，所以他们也就答应了某个公关去了现场。可是去到现场之后，他们会发现他有些情境会变成你必须都跟着公关，比如说这个别墅里，他去到那个度假别墅确实只有一个，都只要招待他们这些人，可是这个别墅的钥匙只有这个男公关有，对，所以男公关掌握了所有的行程，男公关想要回去别墅的时候、嗯、你才有办法回去别墅睡觉，男公关想要吃什么餐点你就得跟着吃什么餐点，因为你是 free meal 嘛，就是你是享用免费的，你不能，你人家已经要招待你吃五天的 buffet， 你就不能说啊，我已经吃腻了这个 buffet， 我要选中国菜。就他会发现，就是说，这些女孩会去到现场才会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我只是笼统的答应了要来度假、嗯、参加你的趴，但我里头很多细节我不知道。我觉得剥削的谈，我觉得我们谈物化或者是谈享乐，它到底就这是两个非常对立的，把它对立起来不是。一个就问题会看的好像只能选一个答案，但事实上他其实是同时被物化同时被剥削，但是他们也得到他们该有的，就是要从一个比较实、嗯嗯、就是具体的脉络来谈会比较有生产性、嗯、那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像要是我像我想他这个书出版之后，如果这些年轻的女孩她有读到，那她就可能下次她或者是去过一次这种度假趴的人，她下次就会知道，
哦，我去之后我要先问清楚到底几个人一间房啊，然后要吃些什么，然后我能不能自在的想休息就休息，想，然后害怕的时候才出现等等，我有没有空余的时间去逛逛坎城啊，或者是逛逛哪里之类的，他们可能就可以 negotiate 一个比较清楚的互动的脚本啊。那这个都会，我觉得他们也不太，就是他们很，我觉得这讲来讲去就是说你会看到，如果他们很清楚的协商一个互动的脚本的时候，很认真的在计较这中间谁占了便宜，谁不想被占便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越靠近性工作或者是陪玩的性质。这个非常像 escort service 嘛，就是那个叫什么伴游服务，就陪富商去游艇开趴，或者是到某个度假胜地啊。但是这些女孩如果一旦想要协商这么清楚，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劳动来看待的话，她们就会被贴上性工作者的标签。那其实就是或者是 paid girl 哈，付费。那她们等于自己就会沾染很多污名。那她如果要避免这个污名，他就是说好，那我们是基于朋友好玩，然后我也自己愿意来玩，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的情谊，我等于是帮你，然后我又是我自己来玩，那我相信很多人被不当对待的时候，就会有人说，那你被这样对待也是活该的，就是说他反而这中间就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当我们用亲密关系来，或者是友情来包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女孩的生产劳，女孩的劳动价值几乎都被湮灭。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难解，就是如果从一个纯粹劳动来的，至少赢货两讫，然后你给我钱，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又拿到钱之后，好像我的身份又会被贴上某种的标签，那我又不是纯粹要得到赚钱，那我在这边得到的好处又不是来自于钱而已，而是可能是来自于更多的某种的社会关系，或是某种的自我满足。但是你头刚刚谈到的剥削的问题，它可能就是慢慢的就会在这里一点一滴的出现，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好像可以依循的规则，除非可以创造出一些在这个场域里面，我相信应该也有啦，自己场域里面去发展出来的一套的这种应对的模式哦。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朋友们来留言哦。如果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要跟我们分享的，或是要提问的，或者是你在刚我们跟陈老师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部分，都欢迎来留言给我们，我们待会就会来进行这个留言的回复跟讨论啊，那我接下来也要还是要回到那样一个权力的关系跟位阶的角度来去谈这件事情啊，就是虽然女孩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努力的，虽然不叫工作，但是她还是很努力的陪伴啊，很努力的在那边玩乐啦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获得到金钱的是男性哈，是这个公关，他是最主要的这个一个获利者，特别是刚刚谈到抽成20%，其实它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哦。那作者他其实也提到了一个观念，他说里面提到一句话说，女孩可能拥有这个丰富的身体资本，刚刚陈老师也提到身体资本。但是他们消费这种资本的能力呢，却大大受到性别化的规范所钳制住哦。那也就是说，即使女孩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各样的满足，但是其实是不是仍然没有办法去逃脱或是挑战既有的性别的关系、性别的权利关系，一样在这个性别的关系当中去受到这种所谓的框架呢？哎，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公关到底赚了多少钱？他其实没有算得很清楚，就是20%，然后看你成功的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在谈20%的获利，酒水的获利的时候，他一个礼拜，他可当天晚上可能赚几百块美金到几千块美金不等。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的成本也很高。公关的成本在于什么？其实作者也在 argue，就是说，不只是这些去开趴、参加别人趴场的这些女孩，她每天兴奋的、快乐的玩乐，后来这个玩乐甚至也都成为一种劳动。之外，其实公关也有非常多的情绪劳动，
公关的劳动其实有时候还包括体力活，就是说他其实花很多，他其实里头描述很多，包括日常的情绪的照顾啊，就是这些 model 也都有棱有角、啊、你要如何照顾他的情绪，然后 party 里头那么多的人，你要照顾富豪的同时你要照顾这些女孩，然后那么多的女孩都是你找来的，每个人你都得跟他 flirting、嗯、所以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情绪工作，甚至每天刚刚讲的那个 model 都要去试镜啊，要在纽约里头跑来跑去，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白天的时候都是在照顾这些 model 的日常情绪、嗯哼哼哼，接送他工作，安排他工作等等。然后他讲比如说他开一个那个 X5 的 BMW， 然后扣掉每天他一天要加三次的油，就在纽约市里头绕来绕去，扣掉那些油钱还有安抚女孩的这些基本的收入之外，他每天真的净赚很可能就是$300，就跟本来是$3000，大概有成本扣掉成本之后大概剩下$300，所以 他也在讲，就是说 这个庞大的全球的那个派对体制，它其实非常仰赖底层弱势女性跟弱势男性的劳动的付出，那谁获利呢？其实就是这些超级富豪。你看这些公关他带了漂亮的女人进来显示他有能力，但是真正这些他还是属于谁？还是属于超级富豪的，是这些超级富豪在开香槟、嗯、他在消费这些女体、啊、然后他们才是真正的 有权势的人、啊、那谈到那个刚刚那个女性女孩的身体是可以被当成资本的，但是几乎都是男性在消费他，男公关在消费这些女孩的身体资本、嗯、然后富豪拿他们来当 我开一个 party， 然后招待我的生意伙伴生意因此做起来了、啊、然后等于女孩就像一个商品在 这边可以被流动被取用、啊嗯、那但就是他的身体成为一个符码，然后身体成为资本、啊、是可以被轻易购买然后也被转移的、啊、那女人如果来进行这种身体消费呢、啊、他就讲本来我以为这种高级夜店，你看那个华尔街里头也有很多女性经理人、啊、对，他们进去之后会怎样？我本来想说有钱才是老大啊，那有描述的真的很好玩，对。结果很有趣，他讲一个有一桌有一个大人物要来，结果 这些女孩也都很兴奋可以认识这些大富豪、嗯、他们就坐到那一桌去、嗯、坐去之后才发现天哪、啊、这个大富豪竟然是一个中年女人，长得很拐的中年女人、嗯、然后大家就觉得 这什么鬼啊，然后这个富婆进来的时候很多的女孩就叽叽喳喳，还包括公关就说怎么50岁的胖女人还来这边就说这不是她的场域，就算你有钱、哦、你都不应该来这里、哦啊、就是说女人想要消费这种年轻女体的时候都是不容易的、嗯、然后这么有权势，我相信她应该也是金融业的很重要的人物，然后她进来之后很多的那个她最后她也提早离场、欸，他是花钱的人、嗯、但是买完酒之后他也提早离场、这个、可能有点尴尬吧尴尬啊，因为他自己觉得不舒适、嗯、他觉得太多年轻漂亮的女人，年轻是一个另外一个女体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嗯、这让我想到吕秀莲、嗯、吕秀莲当桃园县长、嗯、他当了副总统之后他才回忆说他当桃园县长的时候每次市政府就是大家官员请吃饭，然后以为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把事情谈妥，后来他就离开了、嗯、他觉得事情已经做完了他就离开，然后结果第二天决策都不一样，因为他们这些男性官员结束之后又去第二团，第二团，对对，然后谁会吕秀莲怎么会想要去第二团，但就这个有权势的有钱的女人在这里头其实她也没办法嗯、那这些年轻的女人，她 我把消费这两个字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好了，就是说这些女孩知道自己身体 有所谓的身体资本，当她想要动员这种身体资本为自己争议的时候，她到底可以做到什么？很多时候有些女孩确实也说好，她看到男人在这里赚到钱赚到名声，那她到底可以获得什么？除了那些免费的食物跟酒水之外，有些人就说她想要在这里找工作机会，可是看来没有人真的找到好的工作，几乎很少、啊、然后当他想要让他的身体资本可以变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时候，拿钱嘛，他就会掉入 party girl 就是烂女人性工作的这样的表情、我觉得 好微妙，好难哦，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到底要拿钱不拿钱，到底我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那个女孩才是某种程度的尴尬，不是 那个有钱的那个女富豪，女孩们也是处在各式各样的尴尬当中啊。对啊，女孩也很尴尬，但我觉得从头就认真思考了，就是 你可以想一个，就是这些尴尬其实都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性工作本身它还是高度污名。呀，今天没有所谓的性工作污名的话，那好啊，那我根本、那有说话的有什么关系呢？对啊，或者是没有所谓好女人、坏女人、剩女、妓女这样的标签的话，他们就不会，他们就会不觉得只能任由别人取用他们的身体资本，我就可以公开的说、好，那你要跟我坐在一起，你要给我多少价钱？对、对啊。对，这个蛮有趣的，这就是说那个尴尬是来自于某种的社会的框架，某种的污名，或者是某种的这个以性别为主的标准，或是对性工作者的某种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价值跟判断。好，那我们一样开放给现场的朋友来提问，或者是来分享的看法哦。那这边有一位朋友刚好刚刚柴老师也提到像性工作的部分哦，那这里的提问是说想问老师们对于本书描写里头的这个身份暧昧的派对女孩和性产业者、有什么样的相同或是不相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这种观察吗？对，他是想，这是意思是说和性工作者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的地方？我觉得性工作者其实如果就还是会有性工作就一个非常大的光谱，如果他本来就是有做，我觉得台湾的性工广义的性工作者，比如说在这里最像的一群其实就是酒店公关嘛。那酒店公关当然也都会自我划界，有一条界限，他们绝对不做的，就是他不是恰巴的，他不是做一次性的性交易，所以我在这里卖情卖爱、卖笑，那你永远是我的客人，但是我是终点计费啊，就是说我们的酒店小姐是终点工啊，她每个小时是有一定的价嘛，而且这个价码都跟她的身体资本在这个产业，在这个性产业的场域里头怎么样评价什么是好的女性，好，就是有价值的身体有关，就我不会被占那么多便宜。当然，但是这里头的问题，这些 party girl 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他其实他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你自己的自愿，我要来跟你一起同乐。但是我相信同乐这个性质就是说我自己来开 party， 然后我自己来参加这个 party， 然后我自己也玩得很高兴，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的酒店小姐不太一样，就酒店小姐的玩乐其实是还是有某种规则、就是她要看那个她的坐台的对象，她的就是她的客人的偏好，希望她做些什么、但是这些趴场，这些小姐她在热夜店那种地方，她当然也有一些被强迫的性质， 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非常蛮横的主人，比如说他有非常多的香槟，他就要大家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在场所有人都给我喝香槟，然后而且不是一杯一杯的慢慢的喝，他是要你狂饮，
就是一整罐提起来采罐欸，然后有人不想喝或喝不下去的，里头就有一个描写片段，就是这个 party 的富豪就是直接把他嘴张开强灌他香槟、啊、就是说当然有这种极端的故事，但是大部分的状态是我可以在那个场子里头也满足我自己娱乐的需求，但是我很少在看到我们的酒店小姐姐说哦，我陪伴他们的时候我自己也玩得快乐，我这种是很少。不过因为已经变成工作了，大概那个快乐也许会有，但是可能相对之下就比较低了吧。对啊对啊对啊、嗯、但是我想想 我想那个很多，对啊，当你玩乐玩到一个程度你也会累对，好，嗯，那这里有一个哦，应该是欧尔谦来，应该每一场都是非常都有参加，然后每一场应该都有提问。那他有一个分享哦，就是他提到说女孩与男公关的关系，让我想到这本书，就是40%的工作没意义哦，为什么还抢着做的，这本书里面有提到有一种 狗屁工作叫做帮闲、哦、在第70页。那这个帮闲通常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他们主要是为了让雇用他们的人、哦、能够显得好像有一回事。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人的底下有这么多的人，他一定是很厉害，是一个大人物。这个描述起来好像是带很多的兄弟然后在旁边然后出来维持，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香港电影当中出场，然后有一个大人物出来旁边就有很多人在那边帮衬，是好像是这种感觉。陈老师觉得是这样类似的状况吗？就是他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一批人这个人很厉害很屌，然后旁边有很多人跟着，然后又是一群正妹。讲这个富豪嘛，对不对？嗯，对啊，我觉得他讲的是男公关，不过富豪是比男公关，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啦，富豪更是啦、啊、嗯，男公关其实男公关基本上就是把女孩带到富豪前面去，所以其实这些女孩真正的具有，如果从使用价值来看，其实是对富豪具有使用价值，当然也对男公关有使用价值，因为他就可以抽那20%的酒水、啊、嗯，那所以这些为什么说这是炫耀性消费，就是说我花得起啊、嗯、你今天你我陈美华开趴或管中想开趴，你有办法找到这么多漂亮妹妹在那边吗？对啊，你有办法给他们免费的水酒吗？而且这个水酒不是只是一杯酒两杯酒，他那个香槟都是用喷的、嗯、香槟不是700ml的香槟，是3公升6公升大罐的香槟，然后点了这种大罐的香槟，其实现场哪有人要喝那么多香槟，富豪的胃也没办法撑那么多香槟、嗯、香槟最后都是剩余、嗯、我就是有太多钱，我要来展现我有这么多的权利，然后所有人都听我，我要开多少趴，我要这个趴怎么进，这里头人谁该跳舞的时候谁出来跳舞，这个场子要多热，这是在荣耀我，而不是在表面上大家好像来 是来看这些女孩，但是这些女孩要帮衬的其实就是这些富豪、嗯、就是在告诉大家，大家都会想问，天哪，谁可以开那么多的香槟、嗯、香槟到最后都变成香槟雨吗？为什么说它是夸父宴、嗯、都不是真的喝下去，最后都是拿来喷的拿来玩，我有钱这样做你有吗、嗯、你如果没有你就闭嘴、嗯、而且他那个场子是他会把最有钱的那个客户富豪的客户让他坐在 DJ 前面的那个位置，一个类似展示台，就是我们看到在夜店里面 DJ 前面都是一群人会在那边跳舞嘛，那可是那个就好像他不是一群女孩或是一男孩在那边跳舞，他是一群人在那边饮酒作乐给大家看，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玩。对啊，而且他说那个还要先比一般人站的，就是说夜店还要高出至少30公分。对对对，你想想你可能看不见富豪，但你一定看得见那些 model 嘛，因为他们都太高了然后富豪为什么要让他架在这么高的位置上面，显示他就是高人一等啊、嗯、我高兴的时候我不止喷香槟，我还对底下的人喷洒钞票，就是让大家去捡钞票、嗯、有啊有这种，就为什么就非常，就是他玩乐的形式已经不只是要劲歌热舞，而是要告诉你我就是很有能耐，我就是很有钱，我老子就是来花钱的。嗯嗯，
其他人只是我的道具而已。公关是不是他的道具？公关也是他的道具。对，我给你一些钱，你就去把人给我找来。然后，但是至于公关要做多少苦差事，你看那个作者还帮其中一个公关做 dirty work 嘛，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给 model 宿舍里头的 model， 然后一直被挂电话之类的。然后这些女孩被他们参加这些 party。有的时候时间到了就会被要求你要出来跳在沙发上跳舞啊，然后让大家看得到你啊，展示你的美貌啊，对啊，而且所有人进去你不是想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你就是要穿上高跟鞋，10公分的高跟鞋。对，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就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年轻女孩就说她喜欢穿球鞋跑趴，这样才快乐。但是他们的规定，公关都规定你就是要穿10公分。他很害怕跌倒啊，对啊。所以这里头有非 这整个派对体制是有一个招募的方式，然后有一个沿着权力的等级在运作，然后有人成为商品啊，女孩成为很重要的符码啊，然后流通的商品。表面上大家来看他的，但是事实上都在彰显开 party 的这些富豪他的能耐跟权势。所以其实从富豪的角度来讲，不管是那些酒水或是那个舞台或者是公关或者是这个女孩，他都是一个工具人或是某种的工具的角色，去支撑去衬托这个富豪的财富。而这些不管是酒水也好，它是可以随时喝掉的，公关也好，或者是这女孩也好，她可能随时都有可能是被替换的，就是 她的这种可替代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哦。那这里面有提到说，在老师的想象里面，派对女孩的不想被贴上标签却又被隐性剥削的暧昧状况是可以怎么改善的呢？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理想的状况会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个这真的有点困难，就是说 他们都是往往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子。比如说他们就说你晚上先6、7点、8点先到某个昂贵的餐厅，我请大家吃饭呢，免费的餐饮之后再带你们去夜店玩呢，你的报酬就是夜店里头免费的玩乐，可是你总是要去到那个餐厅之后你才会知道你吃了什么，很多时候就是一些没有人要点的菜或者是一些便宜的，因为而且他都里头有非常多的描写，就是说这些公关因为都要吃他自己的钱嘛，都要他从口袋里头来花费，所以他都点那种大家 share 的食物，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一些什么炸物啊大家分享，有的人到了晚上12点都还没吃到真正的食物。那所以但这个就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跟自己的朋友，如果他是一个劳动契约都很容易谈，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做亲密关系，我们在做朋友，在 做 情人，所以好像我就很难把经济生活或者是我的物质报酬谈得这么清楚。谈钱就伤感情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亲密关系背后底下都是钱，都是钱在支撑这个关系，物质报酬在支撑这个运作。但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事情，这个事情他所描绘的这种全球派对体制是2000年以来就发生的事情。但现在已经是2022了嘛，所以已经这个 practice 已经20几年过去，我不知道模特产业里头那些模特的训练过程里头似乎都没有在谈这些，就这到底是他也不一定是来自于模特了啦，就是这些人。但是看起来最弱势的其实是模特嘛，特别是中东欧移民的这些模特，然后那些优秀的平民反而有很多，其实他的劳动条他的平民他的日常的身份其实反而阶级等级还不错。
他们有一些牙医师啊，甚至哲学系的博士班学生在 graduate student， 就有一些是专业工作者，他们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你可以想象，他其实就不需要靠这种每天每天都出来跑趴，他可能是偶一为之来跑趴。但是真正伤害最大的是那些需要有住处，甚至因为你为了要不付房租，然后你跟这些公关有一个隐晦的约定，我住的房子，所以你只要有场子我就去的这种，这个就很难谈，很难。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再看这本书的话，其实可能要更细致的去看这个公关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然后在女孩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那所以他们个别的差异性是很大。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比较少谈的，就是例如说里头谈到的所谓的种族啦，就是刚刚其实美华老师有提到，在这些女孩里面有蛮多是从东欧来的这些女孩，然后公关里面有蛮多是中南美洲裔的这些人，所以有机会可以在里面就去看那些细致的一些差别哦。好，那这里有一个朋友其实跟刚刚的问题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哦，他说刚刚提到派对女孩跟男公关是否有扭转这种剥削的可能性，有可能派对女孩跟这个公关去做结盟吗？那他这边也提到说以前也听过美华老师身体工作演讲里头就有提到性自主提到性自我的重新创建。 OK， 我不是很，就是这是要问派对女孩跟男公关，公关的结盟有可能吗？两者有没有结盟的可能？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在结盟啊，就他们某种程度是支撑这个全球派对体制里头很重要的。但是他的结盟应该是说他可能就减少那样的一个剥削，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这种所谓的互动的关系吧。我里头有看到有一个乌克兰的模特女性女模特儿，她特别在讲她跟公关的，她真的就是很喜欢这些公关，然后她也真的那个作者的标题还写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说在部分的模特儿或是女孩的眼里，她觉得这些男公关其实就是她非常好的朋友。这些当然也有一两个例子是女性女公关啊，他们跟女公关之间关系也很不错等等，然后这些公关确实也都照料他们的生活，然后成为亲密，就是比较朋友性，就确实是朋友。但是我告诉你，有时候亲密关系里头，你用亲密关系来做一个经济生活，你就是会有输有赔啊。就我先澄清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比如说你是我同学，然后我们是同学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我可以请你喝一两杯茶啊，100块200块的茶。但是如果你是我的情人，我可能愿意花一两千块请你吃大餐。你如果是我的伴侣或是我的配偶，我可能愿意直接送你20万、30万，甚至送你房子。就很多时候我们的亲密关系就累积在这种金钱物质的交换还有往来馈赠里头，我们其实一个程度是我们的亲密关系跟经济关系经常是搅在一起的。我日常的亲密关系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经济活动还有金钱的往来，甚至我们其实建立有的这些金钱的往来，我们的关系才得以确立。你想想，你小孩不，你的爸爸，你要买房子，他不给你头期款，你会觉得你是人吗？你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敢这样子想。我就觉得，对呀、啊，我妈没有给我，我就说啊，你是我的妈妈吗？对呀、啊，就会这样想。然后你小孩需要钱，你不给他支出一下，你会觉得啊，那我们的亲子关系到底是不是存在啊？你会这样想。或者是说你不给他钱，就是啊过意不去啊。我觉得我可以比较从爸爸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衡量，我们都是在做关系，然后用这个关系来决定我们要有多少样的金钱支出。那这里头就会变成，看来有些人对这些关系是比较不敏感的，像有时候公关为了赚钱，或者是他要照顾他的这些生意，他可能就会轻忽了这些小姐、这些
年轻女孩的需求，也是在那个意义底下，他们被、嗯、觉得被伤害。很多时候他们这些女孩会觉得好像受苦，或者觉得好像被有受害的那个情绪，或者是被剥削的情绪，她往往是因为她没有得到足够的情绪安抚，而不是没有拿到钱哦。嗯嗯，这个也很有趣，他们要的回报不是金钱，他们要的回报是你有没有足够的情绪或者是 attention 在我身上。我在那个场子里头我是被冷落了，我一个漂亮的女人在那个场子里头被冷落、嗯、被当成物品摆在那里，只是一个纸娃娃的时候，只是一个花瓶的时候，她会觉得很不堪。那所以如何兼顾到这种情绪，她很可能不是钱可以解释的，她很可能不是用钱的流动 来处理、啊嗯、那他们确实，他们很多时候确实是结盟的，但是如何减少这种被剥削感？对，我觉得我也很难回答。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一种新社会新形态吗？就是那种你没有去，不是一个劳动的关系，不是一个雇佣的关系，然后你又没有拿到实质的金钱的回报，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在劳动，然后是很强的情感劳动，但是你得到的 reward 其实是一种满某种类型的满足。这个刚刚几个问题感觉是一个从传统的牢固关系里面、啊、我们透过结盟，我们透过一些抗争的方式，我们可能会去创造出某种合理的关系。可是我们刚刚看到这本书里面，它的关系是复杂的。那这个关系这一种形态这种样态是这个2000年之后它才存在的吗？还是其实过去就一直存在，而我们没有去特别的讨论呢？我觉得情感劳动这种东西应该很早就都存在了，只是它可能是回在一个家庭当中嘛，家庭里面它事实上被框限，大家就变成是一家人。可是像这个又不是一个这种情感劳动，是又不是一个好像被迫我们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所以我会有情感的劳动。然后它又不是一种社工跟这个一般的这个雇案主之间的关系。对，我觉得这里最复杂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付出这么多的情感劳动，我觉得唱歌跳舞这种体力劳动好像比较可以，你给我金钱，我比较容易获得补偿，对不对？我跳热舞三小时，我该消耗多少能量？你至少你的那个 payment 很清楚，至少要让我符合，比如说我消耗了2000卡的卡路里，那我至少要能够回补2000卡路里的食物嘛，类似这样。我们讲的是，它好像比较容易被量化，对。但是情感劳动，你想想这些男公关，这些年轻女孩漂亮的 model 愿意跟着这些男公关去跑趴，除了那些每天的饮酒作乐之外，其实里头他写的很隐晦，但是里头其实都透露出一些讯息，他们也喜欢这些男公关，他们也被他们的帅气啊、风流倜傥啊、然后社交的手腕，他们也很着迷嘛。他有些人甚至毫不讳言，我就是喜欢他，甚至跟他上床的等等。然后这些男公关也丝毫不避讳的，就是说你要把最漂亮的女孩留在你的阵营，留在你的桌子上，你就是跟他上床。那这最美的人，你能够跟他上床，他就会一直在你的桌子上，每天让你带出去 entertain 这些有钱人。然后他这么美，这么漂亮。很多漂亮的美女也会跟她一起来，她的 model 她的朋友也都会是美丽的人，那你就永远有一组常胜军在那边。所以但是我问你，如果我今天在这个 像这些漂亮的女人，她 invest 在这个场子里头的已经不只是饮酒作乐，还包括这些男人给她的 attention 跟情感还有调情的时候，你觉得你要付他多少钱？就更难量化。我跳舞两小时，你给我一个小时的舞资$2000好了，我觉得刚刚好。但是如果我爱他，然后我愿意跟他出去，我投注在你身上的这些东西，你如何回馈我？
嗯嗯，和用金钱对难以计算。嗯，这边其实这里有一个还蛮好玩，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提问的朋友蔡成宏，他其实就是刚问了有关于结盟这一题哦，他提到这个。理解哦，这边他所描述的这个其实在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他说是所以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全球性派对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面也成为这些就包括异质性的公关与派对女孩的陪力资源呢？我觉得其实是这里面有提到的一种可能是解法吧。这个解法它可能不是一个劳资的，对，就是我其实在前面有一直在谈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女孩也好，或是公关也好，她其实也是在寻求某种关系的建立啦，就是所谓寻求某种关系的建立，是她可以往上层，或她可以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一个头吧，还是怎么样，就或者她有可能成为某种的富豪。那这也就是透过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场合当中去累积他自己的社会资本，然后累积他社会资本去改，就可能去改变他的处境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改变处境的可能性可能是比较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可能性，可是要改变这个结构的可能性好像一样，我们刚刚谈到现在卡住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陈老师是不是同样的看法，就至少你自己的处境，我在这过程当中，我累积的社会资本，我都知道我怎么成为富豪，我怎么知道去逢迎拍马也好，我怎么知道投资什么样的股票，买什么样的基金，那我可能一系也致富了，因为我每天在服侍这些富豪，这些富豪可能也会分我一杯羹，那我从此我就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一种阶级的关系啊。对啊，很多人会去都是因为我可以在那边除了享受美酒水，然后最 fancy 的 DJ 之外，他其实都在想，我可以建立某种 connection，就是我可以建立某种社会资本。特别是这些男性公关都这样想的，对，里头几乎出了一个比较有钱的西班牙有钱的望族来，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富豪了，他根本不屑这些关系之外，大部分的这些南美裔的有色人种来当公关的，他就会想说，我也要成为最最成功的公关，然后最成功的公关做了什么？他们最后有两个很成功的公关，他其实就开了顶级的夜店，然后那个夜店每年营业额都是上亿这样子，这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这本书里头讲，这个2000年到现在，真的翻身成为微是乎其成微。为。对，就他们两个而已，就顶级的酒店里头有4-5家，然后他们的营业额都是上亿的，但是只有一家是由两个公关出身的人去创立。其他，换句话说，他们所累积在这个，我去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非常有权势、很有钱的人，然后非常有网络资源的人，我都可以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这些富豪，在这些富豪眼里，你就是这个安排杂事的小差啊，你了解吗？你怎么可能跟我相提并论呢？他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对这些社会网络，我知道谁谁谁啊，没有办法转换为经济资本，他没有办法累积，也没甚至没办法累积他的第一桶金。他了不起就在纽约可以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公寓，很好的公寓，然后单人房，那也不是像那个好莱坞明星那种很高级的房子嘛，也不是啊。好，然后这些女人有一些，她也需要，她也想要经营什么娱乐产业的。甚至有一些也是在金融业的，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实习的机会，有一两个取得了实习的机会，但大部分人也都没有办法从这些社交网络里头获得任何的兑现为现实上的经济资本。所以才说这个体制是以弱势男女的劳动力为基础搭建起来的，但是他所承诺的那些社会网络都没有办法兑现为经济基础。那他到底在多大程度可以是陪力这些公关跟派对女孩？我觉得这里书里头写的没有那，我看到的还是比较没有被，有没有被陪力，我不晓得，好像没有那么某乐种观某种啊。的少数啦，就是刚刚的这种讲法，我在里面看到是一个少数，但是它其实也对有些人可能是纯粹的玩乐，有些人其实还是有一些希望我可以
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去结识更多的人，然后去改变我的生活处境状态的可能性。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又来请教这个陈老师，就是从因为你本身也是社会学者，其实你也做了田野，做了访谈，你也是研究跟这个性有关、性产业有关的这些研究。那你从你的这个角度，从你自己的学术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完成这本书的最困难的地方会是什么？然后这样的一个田野调查会有什么样的伦理问题吗？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这是一个 study up， 就是说社会学会，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 study down，就是说你要接触皆有，也是很困难，但是基本上你花时间不然的话还是有可能，或者是说你要访问劳工阶级性工作者，你只要找到门路你都还是容易切进去。然后但是我觉得 study up 就是说是百分之一的精英，你去哪里碰到他们呢？这很困难嘛。然后或者是说，但是他们又掌握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支配的很重要的资源，你不了解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社会如何运作。他如果没有进去到这个场域，透过公关他没办法进去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夜店体制看起来是现代的休闲娱乐的形式，但底下有这么多难以打破的结构。刚刚管老师讲的，其实很多结构都是难以破除的，是男人在消费女人的身体嘛，女人的身体当成资本在被流转在被使用嘛，这个是很结构性的。我觉得就算一两个女孩她确实从这个社会资本里头转换为经济资本，那也都是非常少的，她很难去翻转这个 很结构性的。然后大部分的公关都是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这件事这个也是很逐一种族根深蒂固的，他也都很难去处理。那所以我觉得很多结构，这整个体制本身都还是充满权力结构。那进到这样的场域，这本书当然因为它是向上研究，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只有想到我不知道大家会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伦理问题，但我想到一件事， 我自己也有经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读起来的伦理问题比较是他的研究对象不是这些女孩，他是而且他是跟着男公关进到这个场域里头，所以他比较是跟男公关一起工作，然后女孩是他的工作伙伴，但也不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所以他们出去度假的时候，很多 女孩其实处境很惨，就是 想睡觉又没得睡，然后本来应允的是一个豪华度假别墅，但事实上里面像是垃圾堆一样，虽然是别墅但是里面像垃圾堆，甚至没有床可以睡，要睡在气垫床之上，然后半夜想回家睡觉也没办法回家睡觉，都要看那个男公关的时间。所以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有一个女孩甚至是临时她好像有一点不听这个公关的指挥，跟公关起了一些冲突，公关就说那你马上给我走，她甚至流落街头，当天晚上没地方去也没地方睡，但是就是把花框框给她照这样。那个我看了我就会觉得哇，是我就会觉得这伦理上面怎么办，因为作者确实就看着他流落街头，那可是作者可能也很难做些什么，对，因为他们可能也知道他在做研究，然后他也不是他也是跟公关做朋友，所以我觉得对我比较过不去的是这个。像我跟买春团去中国旅游的时候，去买他们买春团去打炮团去中国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很多，就是我们那团里头有男人对女人就是有的时候百般呵护，但是第二天早上或是隔天晚上他很可能就把他当垃圾一样撒出去，给你100块然后叫你走就走，就老子不担心我就叫那个，我看了我也觉得很心酸，就是说我也会觉得
很难做什么，但是你又觉得他们确实在这个关系里头被恶待，并不是卖淫本身制造剥削，而是这种被对待的形式让你觉得他没有被当成适当的人在看待，我觉得对我比较是这样子，我觉得伦理上的难题。OK， 好，今天非常谢谢美华老师来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这本书 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讨论到，所以可以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找这本书来看，然后从里面会可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试着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来去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在这样的阅读的方法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玩的。那今天非常谢谢美华老师，也谢谢很多的朋友在这四次的这个读书会来一起在线上跟我们做讨论，我想这也是好好这个线上平台一个第一次的尝试哦。那这一七次的这个读书会我们就会到这边四次的活动就结束，那之后也许我还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跟讨论。那非常谢谢美华老师，也谢谢大家，我们有机会再见，拜拜。那对对对，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曾经你错过了之前的这些读书会的内容，那你可以有些我们是有在好好里面是有回放一段时间，那或者是说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之后也会陆续播出，在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播出我们第一次的黄涵宇老师的这个专访谈精神疾病制造商的这一本书哦，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订阅灿烂时光会客室。好，再一次的谢谢大家，谢谢，拜拜。